很帅，很帅，你很帅，你很帅。青春十八かける你，君へと続く道。はい。大家好，我是青野剛也。今日は来てくださっ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映画の魅力を少しでも皆さんにお届けでき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コンハンです。青春18かける2、君へと続く道。はい。でも私甘党というか甘いものが好きなので、台南のご飯がすごく美味しくて、もう毎日毎日ご飯のことを考えて撮影を頑張っていました。バイクの二人乗りをしたのが初めてだったのですごく初めてでした。怖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ガンハンさんの運転がお上手ですごく安心して乗れました。本当ですか？おお、ガンハン、你刚刚的那个语气好像有一点。很帅，很帅，你很帅，你很帅。许光汉只教你这一句，你很帅，你很过分呢。你不教别的。映画でそのジミーとアミが言葉を教え合うシーンで。因为这些翻译老师在拍摄前都会很有耐心的教导我，然后也会陪我一起背日本的台词，所以我才可以就尽量的做好我的工作。对啊，我们就是用剧组的钱把光汉送开拍前送去日本一个礼拜，让他在那边背日文。一个礼拜而已。他很忙啊。哦，好残忍，要学很快耶。而且听说好像后来是日文还讲太好，还要修一下，对不对？超快的，对啊。哦，没想到，没想到语言天才。哦，语言天才，光汉啥？只是很会背而已啊，只是很会背而已。现在年龄比较靠近36，所以在36的心态，我大概可以知道会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觉得18岁，虽然之前也有演过类似18岁的高中生或者是年轻人的心态，但这次就会想说，看能不能挑战一个不一样的高中生或者是不一样的年轻人的状态。我说这次演完就可以毕业了吧？对，我希望是可以毕业。对，我希望是可以毕业了，不然这样子也不是办法。我觉得我可能会带他们去个保安宫或是行天宫。哦，保安宫、行天宫，为什么他们有去拜拜？希望就是不是刷掉，就是可能带他去体验一下这个台湾的庙宇，对传统文化，然后祈求电影可以大卖这样子。然后美食的话，我会想要带他们去可能吃个真的很花生卷冰淇淋，或者是地瓜球之类的，就是那种真的很台式的夜市的食物这样。对对，当然不会排斥啊，就是只要合得来就好。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啦，对，我觉得语言完全不是问题，对，只要有爱，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心意相通就 OK。もう本当にまず優しい、紳士的ね。こう現場にこう毎朝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ってこう挨拶を交わすだけでなんかちょっとこうガンハンさんもジミーも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から頑張ろうと思えるようななんか温かい存在でした私にとって。